哎，这两个人可能是不相信我，没事，我也不相信我的人，咱们也没必要。下方小花车，来，刚才那个女士的那个手表啊，有个人可能不小心点退货啊，我这边啊，这边退了两单，我就是给你们其他人，自己下方小花车抢来，能付款了，说明抢到了，付不了款没有了，被别人抢完了。今天先拿300个给我，是不是？今天先拿300个给我，明天剩下的200个明天给我。怎么可能？这样，今天先买吧，回去家里有多少现金？你还我也没有多少，真，你还不如一些，我你还了，那明天中午我给你一些，就是。对不对？明天中午。我俩明天早上再那什么再看看再。因为不够，明天中午。真不够。凑齐了给你一起，明天。啊？没了。明天凑齐了，说话算数，好不好？他说明天中午凑齐了给我来，要不然再给你写一张欠条，写个保证，明天中午给你，怎么样？他说再写个保证，我觉得没啥用啊，他写这些东西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呢。没意思了，反正你这你的价值这些价值还是挺高的。咱们今天一定要商量个结果出来才走，不然不干，不洗是不是？都说不洗呢。老杨，你这里。全部都是这样吧，是比较。王菲，今天晚上先拿20000块钱给你，就算利息，怎么样？啊？拿20000块钱给你。他说拿20000块钱给我，你当我要放的是不是？不，就算利息嘛，对不对？就算利息啊。对。他说今天啊，先给我两个，先给我两个，啊，明天再把我那500个给我。这两个的话只算是利息，不算本金，行不行？洗的打个洗，不洗的打个不洗，家人们听你们的啊，洗的打个洗，不洗的打个不洗。马上我叫老婆给你拿，怎么样？他们都说不洗，两个太少了，对不对？最少要拿200个。你看没人是洗的了，老杨的牙总呢？你这么大个老板呀，真的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这么大个老板呀，我靠！真的没办法，我直播间7000人都被你搞笑了，两个，真的没办法，你搞得我真的精疲力尽了，被你们搞得真的精疲力尽。我们来这里4-5天了，这些消费都不止两个了，真的。真的，我也被你们搞得精疲力尽，拿两个，叫我们生意都没法做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这里的。哦，你知道，所以没法做了是吧？真的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。怎么样？那王菲，那明天。我就不管这么多了，明天中午，对不对？正和大酒店拿250个给你。不行不行，如果你这样，如果觉得不行，那没办法。我直播间7000个人都说不行嘞。真的，那就没办法。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，那我只有随便你怎么地了。随便我怎么地，那我就每天卖。随便你，要卖就卖。我每天都卖。随便你要卖就卖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明天拉250个给你，还要怎么样吗你？我把他们家那边拿出来，直播间里面的人。这个有多重啊？服务员把这个拿出来。来，继续上车，那就继续上车。老杨，你这咋的嘛？继续上车，哎，不能这样啊！哎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别拦我呀！你不是说我可以卖吗？不，干嘛？不要拉人，不要拉人！没有拉，他要继续拉我东西，那怎么行？服务员，把这个东西拿出来。你别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事没事，那没事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来，好好说，咋弄？明天中午，要不然给你写个保证书，250个。你看，方案就是这个方案。你们觉得呢，家人们？明天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三个不洗，等明天中午吧。王菲，如果明天中午没有拿给你250个，我在公司或者仓库随便你怎么动，怎么样？那咱们再洗他一次，行不行？啊、直播间7000多位家人们，再洗他一次。啊，你说。再洗他一次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替你们的。明天中午，
12:30，1点钟吧，郑和酒楼我等你，好不好？你也找得到，拿250个给你，没有拿给你，我的公司、店铺、仓库，想怎么搞怎么搞。然后剩下250个，中秋节前给你到位，怎么样？你就不要这样再搞了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那就，你卖我的货我就认了，亏了就亏了，认了就认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写那保证书，写那保证书没用。来，你过来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然后各位家人们，你们跟我录起来。来来，录好，你站在这个地方来。行，他老婆也站着。对，来，就在这里说。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，来说吧。来，我忘记了你的证明，我你杨豆皮，来，那个全名不用念，没事，我害怕你被我爆。你就说啊，我杨总啊，差王菲的明天中午是啊，我就不说明天中午，等一下明天中午我看你都起不来，就这样子，明天晚上啊8点啊，咱们就啊给他时间啊，别说是明天中午，明天中午害怕不行的，咱们就给足他。给足他最后一次，再相信他最后一次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把王菲录屏。行，谢谢你。明天晚上8点之前，8点就在这里，你拿给我。如果你不拿给我，我用锤子把你们这个店全部给了你，安排成皮店。随便你怎么安排。你现在来，你就自己承诺。好，明天晚上8点。不啊，你对着我直播间的人来，明天中午8点啊，准时在这里拿。250个给王菲，好，500个全部给我，250个，500个真的不行，另外250个呢？中秋节前保证到位，怎么样？中秋节前保证到位，你录皮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录皮了没有？你们录皮了没有？好，哎，小美女，我小美女啊，看不到我大姐吗？你是大姐吗？我直播间2000号人，你打得赢我吗？我直播间7000号人。你有7000号人，我给你倒立，还7000个人。你让你直播间的人过来看一下，如果我直播间少于7000个人，你过来看一下。兄弟们，派一个人过去看一下有没有7000个人。有没有人？派一个人过来看。看到没有？有没有7000个人？都给我回来，都给我回来！我直播间不需要你的人，我自己就够了。这样吧，不要开这些玩笑了，好吗？嗯，这已经沉弱了，行了吧？啊，沉弱已经行了吧？录了没有？刚才录了的，过不上扣个一来。录了的，过不上扣个一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录了没有？录了的，过不上扣个一。录了没有？录了的，过不上打个一出来。写保证书，来，让杨总过来写个保证书。录了是不是？杨总、啊。行，没事，咱们也不跟他要10个8个的这种，咱们明天再一次性跟他要。怎么样吧？绝对，啊，绝对成熟，可以诺言，嗯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你要写个保证书是不是？保证书没有必要写了，真的，你放心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多铺，对不对？商店、公司、仓库，你都能找到。对，有保证书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对于王菲你这么大能耐的人有什么用？这，你说呢？没必要保证，对不对？我店铺在这里，家也在这里，公司也在这里。没事，20000个要了，显得我格局小了。20000个不要，对不对？写，写一份，必须写一份。我家人们要求写。拿一张纸，搁笔。你给他找张纸。来，那个你写，写了我来。我不写，这次你自己亲自写。
那他自己写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然后啊，准备家人们啊，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啊。买一张 A4 纸啊。他如果明天晚上八点不给我的话，啊，你们直播间家人们都给我做个这啊，明天晚上八点他不给我，我把整个地方全部给他安排了。这是他自己说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你们听到了刚才他啊他自己说的时候，你们录屏了没有，家人们啊？要写，他现在写来，他现在写，他现在写，没事，家人们啊。保证书要写大一点，写在上面。他现在写，家人们。一定要他自己写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再写，再写。家人们，我看着他在这里写啊。嗯，他现在写。白纸黑字，我知道，再写。喝点水啊！对，我想喝点水。我的水是哪一瓶？我喝这瓶。这个是够。拿一瓶水给我喝。这几天啊，家人们啊，搞得我真的是。啊，他说的是明天那个周五就给我，我呢啊，我从周五就在这里等他嘛，等到晚上八点，他还不给我的话，我开着直播把这个地方给他安排了，我去买个那个耳锤，那个锤子大锤子，我们直播间7000个家人们啊，明天晚上八点我开直播就能。一第一时间走进我直播间，能不能做得到？能的，顾不上打个能。来直播间啊！今天晚上陪着我的这6891个家人们啊，明天晚上八点的时候，我就用这个号直播，准时开直播。我一开播就能走进我直播间，能的，顾不上打个能。明天晚上，如果我拿到了。我拿一部分啊，至于多少，我不天天在直播间说来说去，我也没必要啊。本来说好他500个都拿给我的话，我会拿100个来回馈大家，但是我明天我可能啊拿不了啊，他只给我250个的话，我最少要拿50万来直播间回馈直播间所有家人们。但是8点我开直播，你们就能秒进我直播间。不能迟到，能不能做到？能的，够不上打个能。我看直播间6800个人，明天晚上谁是晚上8点准时走进我直播间的？咱们调好闹钟，行不行？把你们手里所有重要的事情全部推了。任何一个主播叫你们去看他直播，你们都不要去，就锁定我的直播间。能不能做到？能的，够不上打个能。不要像今天一样，我开半天的直播间，硬是上不到4000-5000人，能是不是？好，准备所有家人们啊，这段时间啊，感谢你们一路陪伴着王飞啊啊！不管事情怎么样，你们的啊这一路的陪伴，你们的这一份真心，我王飞深深的体会到了。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鞠个躬，王飞。所以啊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直播间啊，看到什么就给你们上什么车，都是也是为了我的一份感谢，我的一份心意，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的用心良苦，直播间家人们啊。然后明天我8点准时开直播啊，不管我有没有拿到，我8点开直播。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啊，我拿到了我就高兴，直播间现场给你们回馈；如果没拿到。哦，那就生气，直播间咱们现场把这个地方给他安排好，安排了。
他老杨他自己说的，直播间6600个家人们啊，明天晚上8点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，大家今天晚上都早点休息，明天准时啊来到直播间，不要迟到，咱们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。现在保证书也写了，咱们就明天晚上8点等他就行了，好不好？行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赚点钱也不容易，拿点钱也不容易，网费你自己拿回去吧。不，我不是这样的人啊，我自己全部拿回去了。有可能没有你们的话啊，老杨他都看不上我，他不知道安排多少个保镖把我直接从山东撵回四川去了。但是因为我开始直播，所以他不敢撵我，他不敢用他以前年轻时候的那种武力来对待我，因为咱们直播间有那么多人在看着，他也不敢怎么样。所以我开直播的时候，我需要你们，知不知道，家人们啊？所以明天晚上8点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，再见，早点休息啊，今天晚上早点休息，你们刚才抢到的已经安排过去给你们发货了，没事，我就在这门口睡着啊，安检会全程24小时看着这个地方，免得他们半夜把这个东西给他这里的东西全部也拿走了，再见，咱们明天晚上见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我的钱是不是？没事，这个是我的心意，咱们我需要你们的人，知不知道？8点见，明天晚上8点见。